2016年7月9日下午1:25左右，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突然出现在北京中广集团青岛中广逸景湾售楼处门前。这群不明身份的人用刀有条不紊地割断了讨要血汗王传英拉得横幅后，又挥舞着刀恐吓王传英。让人惊讶的是，这帮人竟然无惧于镜头曝光。就是你指挥的，你丧尽天良，就是这个人指挥的，共享我丈夫冤狱五年，你天理难容。你丧尽天良，害死我！你拿着这个，共享上冤狱。你别，你去把资料弄走。我的，我知道。把资料弄走。哎，赶紧不赶？